还卖点 ，Love and Food，Love and Food。那这两个是最就其实就是一就是不是重点不是你在卖什么东西，重点是你让消费者怎么感受你的产品，感受出一个重点。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感受的话，有猫的话，肯定就是要注重口味这种味道的感受。所以这个就已经破了。那接着再來就是，当然那个影片拍的时候，配什么重要，要找重要的重要，尤其是拍这种猫的。那如果拍一般的时候，老板，老板轻松拍就好。那就是反正我觉得这整个，你如果去看我们的影片，或者看我们整个拍摄，其实每一步都是。所以 Indiegogo 帮我发了他们的 background team， 他每个礼拜会发一次他这个礼拜他选一些比较有趣的案子，那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被 feature？ 你不要对，有没有被 feature 放上手？然后那个不是慢慢自己选的 ？No No No， 当然是靠关系啊。对啊，这个关系是什么？因为 Indiegogo 有来 Germany， 我之前在 Germany 有来，然后就是他们有来 Spain， 你有跟他们对，然后就认识他们。哦，不是说他们很对这个 project 啊，那拜托，不可能啊，很强的，他觉得只有华人世界靠本事，那是靠专心。那你们找到这个猫脸加上辨识这个 tagline 之后，那个是在 Indiegogo 的拍影片的期间吗？不是，是在之后我们已经拍完之后，因为你整个 page 要改变，所以每个人拍完，所以影片其实不是 100% consistent 这个 copyright， 所以有点赶，但是还好没有差很多。他那个计划是说，我们就是用这个 tagline， 然后进入腾讯的时代，让他们记住。然后加上你的影片，给他一个情境，就是说会 make sense， 这样子的 conversation， 然后再加上一个厨师，这是我最喜欢的厨师，那真的是厨师。所以我们可以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你想要有个成功的 Howard project， 你要有个能够进入人家脑袋的 tagline， 对，你要觉得 we build the world's smartest IoT devices。然后你有个 video 可以把这个情境塑造出来，然后再来是这个厨师。所以你看 Gibo Robot， Gibo Robot 为什么？真的，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把一堆 MIT 的女的，真的是 professor 超强，对不对？大家直接投。第二个是他其实中间影片拍的情节就是很小，小孩 get 就跟猫一样，就是很容易去 get。你看他们比赛的，对不对？在我。I need a robot for my kids. Come on. 这样。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只要你开始一个新的 project， 然后三个月。
前三个月做什么课程考虑。如果你 general 来讲，最优先的三件事情，应该就是你要看一些书。看书。所以，没有，那你开始定义有一个想法。对，只有一个想法，只有一个想法。那当然要先找好team嘛，狗帮的东西，然后把需求稍微算一下，然后剩下就是这样子感觉。如果是 software project， 六线，但是 MVP 也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大家对 MVP 的定义有没有想过？但是大家都念得出这个字，但 MVP 没有定义到。主要有 true story 吗？那你刚刚说 true story、monkey mind 这些是什么？会开始去？对我来说，这是同时发生。水不是一个生活，它是。就是我在思考 idea 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事情。我不会说啊 ，idea 就是我生活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做这个事情。这个也会过，就是但是几率会比较低，就是有点刚好就中。但是我觉得比较，我现在会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想把整套的事情。你是从 true story 开始，因为你知道终于自己感觉到对，但是这个也是有点困难。但是你那时候也是在想要做面试，对，那时候同时发生。他等到了前面，大家讲的蛮多，然后就很快，然后就抽，这就是大家对 MVP 的错误，就是好，比如说。我刚听到一个超级神讲的，我全名字是对的。想要知道戏骨开车就是哪些，告诉我，就是塞车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题目来说，如果你要 build 一个 MVP， 绝对不是把它当做，那就不叫 MVP， 只是在是说你可以花九个小时或是十二个小时，专门不是啊，就是这样，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MVP 是要让你来 measure user behavior 去 verify 你的 assumption， 而你的题目里面也会有 assumption， 就是说 assume 系统会有开始有个 yes 这个东西，这个 assumption 就是一个蛮大的，但是多少比例不知道， maybe 谁是 20%、所以你的 MVP 是要 verify 这个 percentage， 这是 behavior， 然后或者说大家真的会想像太自己，比如说，大家会 care 这个东西，会 care 是不是这个东西？那个人自己 care， 但是大家都 care， 那一样会有。那这种 feedback， 比如说透过 MVP 得到的这种 feedback， 就你在这里说明说，对吧？可以提高东西的 feedback。User line， 使用者只会骗，就不要去做一些强烈的。不是那个猫脸。猫腻，我们在问，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不是直接去问他你要问的问题，而是去录看他的反应，因为他讲话会慢，但他的 facial expression 或是他的一些 body language， 所以其实你不要，我们做预测，因为不要直接去问你要想问的问题，说你在不在？在意啊，你只要不在，就是。对，他们有什么？可是是跟对吧？产品的类别有关，因为你的东西是还蛮情感的，所以你要从。所以说，我说这个很难做。所以，比如说刚刚那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就会做一个 website， 上面写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三个 email， 填一个 email， 填个 email 对 user 来说，它是有一个 barrier。你看，我要把我的 email 给 give up， 然后你会真的是没给我，但是总的他填了，现在就是真的 action， 那不是他之前，你要去看他怎么写，他怎么说。啊，这个 MVP 啊，人家只要说一个 MVP， 你就可以 measure 多少人来看电影，啊，他这个多少人就会有一些 conversion rate， 你就 verify 其中的上升，所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MVP 的，是这么一个 product， 这么一个 product。
他对这个大问题就是主角，就像 Dropbox 一开始就是一个自己买飞机来，看哪个东西他考虑入口，但是所以是概念，这才是 MVP 的差别。我甚至只有概念，我没有产品，只要概念就有人反概念。看表情跟字解也很严，就你们这以你的例子，你有找心理学或者是保证他，还是 Elbert？ 然后你 founder 自己要是这个，你要自己要自己，不要 always rely on expert， 很多 expert 都不是 expert。还有很多，这我要睡一下，是不是？可能有一个。好，我们的宏达电来讲。有录影啊，哎，录影是不是？算了算了，不讲了不讲了，赖了是不是？算了算了算了，没有没有，就是很多 expert 他其实不是 expert， 很多人才自身整人才其实是人才，所以人才用人才多，人才用人才多。讲某手机公司。就是真的厉害的，你的方便或者你方多方便，因为只要有真正一把，因为就是 A 卡才能害得到 A 卡， B 卡是害不到 A 卡，所以你的方便必须要这样。回到方便性的话，也就是怎么建议大家找方便性？除了同行之外，还有其他的？是啊，要过仓啊，就是。结婚不行，所以这个谈过程分过章，分过章，分过章，可以上去读个 MBA， 没有了，就很多方法了，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对人的观察能力够强，其实去一些以前的私房都是可以。然后美国有一些网站专门在找投房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有用的，但是对，可以试试看，对。我觉得找户口有没有什么 key metric 可以 identify？ 你有 key metric identify 你的另一半吗？就靠感觉。其实会有，至少你的 key value 要符合。最重要的几个 key value， 那是 depend on founder， 就是 key value， 就是你最重要的几个。所以 company 来讲，你觉得你最重要的几个 value 是什么？例如你的忠诚、很忠心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之后要被并购。对方提出来的价格其实不是特别幽默，但他会符合你创立这间公司的本质。我想太多了，就是，因为你从创业那天到你被 MA 那一天了，哦，人会变。这个例子是一个不在幸福，是在幸福的朋友公司，他是说他们来讲，他们做 personalized medicine， 他们做 big data 加生物，一个很新的 combination。OK OK。然后他们彼此会问 founder 之间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要被并购了。然后并购价格大家之前不会太多，但他可以把我们的东西传给很多很多人，你会不会投票说我们被并购？这是一个做法。然后我觉得这又跟 culture 有点关系，就是美国的白人的 culture 跟华人 culture 不太一样，华人 culture 里面 leadership 的重要性越大越这个就是民主投票共识。我一直跟一个 YC 的 partner 在聊天，YC 的 partner 说 ，YC 的 partner 就说，有人问他问题，问他说这个 founder 的血要怎么死？这很有趣的问题哦。对啊，然后呢，他说，如果你有四个 founder， 就每个人20%，平分。谢谢。是亚洲不能这样干，亚洲不能这样干。你要绝对的优势，因为亚洲就是至少是亚洲教育下，是不是反映在你血里面？那通常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拿比较多呢，你要怎么样的？这都是你勾写出来的，勾写出来的，大家觉得他们是要看。像我们的例子来说，我是拿个人的，然后所以因为在华人世界，你要做公司决策太不容易。在这边可能比较忙，但是在亚洲，所以啊，founding team， 所以 founding team， 我觉得我会问的问题，反而是说能不能
一起考虑。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譬如说我们会不会很容易有这种 dispute？ 他不能不了解。我真的是比较有一段时间做。等一下，他走杀我，我觉得真的看，如果有兴趣的话，生气了。我想想，我不能看太多人。对，大家看到这里，你大概知道他是什么个性。现在，但是你说回到七年前，okay. 七年前，你要知道有些人比较容易跟你合作，知道有些人比较难跟你合作。没有五分钟，我可以照这个东西。他是反过来讲，他说想要加入他们，那你就需要他当好友。想要加入，哦，就是而是 co-founder 或是一个，就反过来这样，反过来，比如说是别人好弟，然后已经对，已经有来被招募了这样子。如果建议想创业的人先当二路多一大，强烈建议，强烈建议。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在。强烈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是因为统计来说好像有点关系。你的第一份工作跟你的 career path 有点关系。对。Jacky 给我们一下。对，这是 statistics speaking。Okay. 那会影响你。然后我们这一桌差不多时间肯定差不多了。那我待会还有另外一桌是讨论 real estate。就是湾区啊，这个房价、房子啊。哎，对，听到 real estate 吗？现在据说是已经没有 first time 了，全部都是 second time 了。first time 吗？哇，你真的哦，今年。他在 IPO 前加入。好 ，OK， 啊。有声失敬。还是有的。OK，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